要买的欧米茄试吃大会，来。这边试吃。挑选好，先让我们吃。我不要看镜头，我害羞。不会啦。就好吃，就好吃，是比较松脆。现在吃完晚餐了，我们吃饭后甜点。饭后甜点是益顺牛奶的红豆炖奶，就是我们的饭后甜点。在威尼斯人酒店的话，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很神奇哦，注意看哦。是不是很神奇啊？人还没到家，手一打开门就自动开了。看水乳间哦，不过水乳间不能摄影，只能拍照。
吃瘾，真的是没办法胜，要不然拍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来澳门一定要看，真的值回票价，非常壮观，有机会一定要来看看。那这一次的表演是国际性的表演，我真的就有一句话，杰克真是太神奇了。